来，今天雪都化的差不多了，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家的后院，然后这边有几包落叶，我们要处理一下，还没有处理。跟着我走，看一下我们的后院吧。我们的后院有一个 shed，然后这边有一棵樱花树。这一圈的 bush 春天会很漂亮，然后这是一棵枫树，这也是一棵枫叶树，秋天的时候非常的漂亮。我会把一张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棵树那么多落叶的原因了。我们的后面非常的空旷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走出去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。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后面，这在我们这个地区能有这么空旷的 open space 非常的难得，好吧？然后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距离也不是太远，不是太近，有一定的 privacy，有一定的隐蔽性。好啦，我家的背面就是这样子的。